哎，麻烦我们的公仔烤先，哎，谁来指引一下我们的公仔？来来来，这就在中间好了。来，先看我们中间，再看左边。OK， 欢迎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若秋。先跟大家讲讲你的近况吧，因为会有很多人现在正在我们映客的平台上观看现在的直播。近况啊，我刚刚从美国回来，然后参加了那个 Billboard， 然后我现在时差还没倒好，还没倒好。那我要多问一点，说不定会问出来。我刚刚就晕倒在这个红毯上。那体谅你一下。那今晚是樱花女神星光夜嘛？你心目中的女神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妈妈呀。你妈妈啊，跟大家聊聊哪几点最吸引你。其实我觉得妈妈是每个孩子的心中第一个女神，第一女神，对，第一位女神，第一位。然后樱花女神，今天是樱花女神，我觉得我也没见到樱花女神什么样，待会儿就见到了，然后进去看看，待会儿就见到了，非常期待。其实映客还有我们的开创了公益直播的先河，未来会有没有这样的打算，身体力行的用公益来影响你的粉丝们？对，我觉得公益其实是我觉得需要融入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件事情，不是说今天做一次，或者是啊过几天又做一次。我觉得公益的话，每天潜移默化的，对对对，多帮助别人。然后我觉得我也会带动我的粉丝，然后一块去做公益。好的，我知道你有时差，就先不刁难你了。我们好，那再拍两道，他们好像很想给你拍照，然后就进去休息好了。好，谢谢，来。